老黄鹂往前翻了一篇又一篇，酒中标往回拨了一圈又一圈，去到北京的老照片里聊聊玩，我就走进了昨天昨天的大事儿，左一个铺面右一个门帘，遍地都是买卖，哪儿动心眼儿，这儿连手腕，无非就是为了钱儿。扎篮开了，金子银子就堆成山；扎篮关了，四处可就没人烟。这一开一关，开了又关，关了又开，就几百年。哎呦喂，我的大石篮，哎呦喂！洒多少血汗。玲珑，我们在揽月阁呢，还是小灵官，把柳姑娘给我叫上。嗯，行呐。柳瑶，柳姑娘今天是格外的漂亮啊！来，这位是海燕，柳姑娘，好好的陪陪海燕。是。灵官，哎，坐。日出东门，有女如云。虽则如云，非我思存。哟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明白呀？哎，刚一见面，你就这样？海燕。有什么话，是不是也该抖了抖了呢？秋爷，苏忠孝要盘出铺子，举家南迁了。就这消息，也值我给你的银子和我带你上来，嗯，不值。秋爷，大石栏可是寸土寸金的地界啊，你的那福寿春和鼎记杂货铺，它再红火，它总归不是大石栏的买卖。什么时候你要能在大石栏插上一脚，那才是老虎屁股插风箱，扇起来了。我给你银子带你上来耍，那是我秋子玉仗义。秋爷，您这么说啊，我海庆是败家子儿，是没多大出息，可还不至于落得下三滥的地步。临走之前，我奉送一句：苏忠孝在我手里攥着，塞着他那块地的可不是一家两家。我还告诉你了，有人已经动手了。
说，海爷长脾气了啊？海爷好大的脾气啊！海爷有话不能好好说吗？好好说可以呀、啊。我海杏儿也是见过大场面的主，那是。不过海杏跟我裘子玉打交道，我让你吃过亏吗？啊？打算发财就别拿糖了。秋爷，这纸值多少银子？姑娘们上菜来，快看合适吧。那我就等你的信儿了。哎，不过我可有言在先，钱我也花了，劲儿我也使了，你要是干吞了我的银子，我就让那银子在你的肚子里憋死你！秋月，就我海庆这胆儿啊，还没练到敢在您面前套瞎话呢。哼，您瞧，哎，地契呀，我都写好了，就等苏忠孝那小子。哎，瞧瞧瞧瞧啊，正宗的柳公权，你得请好吧？啊，留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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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。不怪我苏忠孝没出息，先卖家伙要卖铺子，那往后还卖什么？卖儿卖女？混不下去咱就走，反正老太太得回南方去，要是死在这儿，连魂儿都见不着祖宗，连魂儿都找不着。苏爷呀，别难过了，来，再干一盅。哎，海爷，哎，你今儿是想盘算我，还是想替别人盘算我呢？嘿，苏爷，瞧您这话说的啊！就我海庆这点能耐，我还能盘算您吗？苏爷呀，你要是在这张纸上按上手印子，你就交一步好运了。按个手印儿。让我想想，哎，好，我想想。我见人哎，好运，好运了。苏爷，苏爷。苏爷，海爷，我苏忠孝还没做到这份儿。坐在这份上，
们有什么用？这是。你怎么又不高兴了？怎么了？你怎么说风就是雨呀？你笑一个，你笑，啊？你不高兴，我也不高兴。哼，我呀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我就是跟了一个没良心的。你别这么想，我要跟你赎身，我要娶你，买爹。你说什么？你刚才跟我说什么？我要你看着我的眼睛，你好好的把刚才那句话再跟我说一遍。我带你到大石栏，我给你打几件首饰，给你做几件新衣服。你知道，我说的不是这个。我要你刚才说的那句话，再跟我说一遍。还有阿拉伯的猫眼呢，我给你买，真的。混蛋你！裘老板，混蛋！裘老板，不是我说你。人家小林官是清官，自打跟了你还没伺候过别人。人嘛，总得要有良心。我裘子玉说话从来都是算数的。哟，裘爷，舒坦呐！嚯，海爷现在混得不错呀！啊，坐，哎，上茶。海爷，嗯，说说苏忠孝这桩买卖吧。哼，别提苏记，那一提我就来气。怎么不顺？哎，你说苏忠孝这小子哪来那么些个毛病？我在他身上下了那么大功夫，他一会儿点头，一会儿又改了口，说什么大石栏有规矩，盘铺子钱先在大石栏找买家。我问了，又是罗银秋那小子托鞠文祥给苏忠孝下的迷魂药。海爷，我裘子玉可不是冤大头，光这桩买卖在你身上花了近百两的银子，怎么，你嫌这把火烧的还是不够啊？这怎么话说的？裘爷的意思是，我海庆吃了你的黑了，不给你好好办事儿？那倒不是，咱俩谁跟谁，啊？有福同享嘛。此话当真？半句瞎话，天打五雷轰。好，有你裘爷这句话，我还告诉你。办这件事儿，还把我海大爷脾气给斗上来了。嘿，他不是说非大石栏的人不卖他的铺子吗？哎，我还就让大石栏的人给咱办成这件事儿。海爷是什么人？那出手就不能烦了。说说。我想起一个人。谁？古春明。他是罗银秋的朋友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景公公不在，告辞。哎，来都来了，怎么也得喝杯酒吧。实在抱歉，村民一向喝不得酒。谁呀？连声安都不问，这就要走啊？给景公公请安。免了。啊！我等你等的这酒都要凉了，你一见面就要走。啊，嗯，景公公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村民一向喝不得酒。
莫非这酒里有毒？你们这些买卖人呐，毛病就是不少，什么吃得了喝不了的。子瑜、海庆都是我的朋友，他们的面不给，我的面你也不给，啊？都别杵着了，坐吧。哎，苏掌柜，快，请吧。啊，进宫了。吴掌柜，最近生意不错吧？托您福，买卖还不错。今儿请你来，就是要给你个大面儿。景公公吩咐就是。好，借着景公公的面子，谷掌柜、苏掌柜二位爷都在，咱就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挑明白了。我想盘下苏掌柜的铺子。好啊，那我就借花献佛，给你敬上一杯，道喜了。景公公的意思，这事儿得经您的手去办。不成，多谢各位错爱，这事儿我干不了。挖墙脚，那是伤人的大忌。你们还是另请高明，找别人吧。可我们就觉得您合适，您也是在大石栏上有名的业主，啊，您就不想把买卖做大了？不能像永丰堂似的连号封号一大片？您就不想在大石栏里拔个头份？这就是想着也不能，太缺德了是吧？海庆，邱老弟，这忠孝就在跟前呢，你们当面办不就得了？干嘛还非扯上我呢？抱着屁股蹬脸蛋儿亲，不知香臭的东西。子瑜、海庆这主意不赖，就是缺点德罢了。啊，买卖人嘛，无利不就，只要有利可图，谁不往上扑呢？谁不往上扑？我说他是天下头号的大傻子。姓罗的和他那混账老子凭什么就能在大石栏呼风唤雨啊？凭什么？连我的脾气都让这些王八羔子给惹起来了。我就不信，哼，做买卖的不怕做官，我就好这么做，我就要眼瞅着大石栏的人把姓罗的一家给收拾了。吴掌柜，这个面儿你要是不肯给，算了，咱们找别人。邪性，得嘞。打铁趁火，喝酒趁热，古苏两位掌柜的都在，景公公又是费心的提携，咱当着景公公的面，咱就把这事儿办喽。海庆，嗯，张老师，由谷掌柜出面收购苏掌柜在大石栏的房产一处，所需银两由我来出，字据银两当面。起今儿往后，苏记房产要做什么，好也罢，坏也罢，都和谷掌柜无关。例子当日由我另付给谷掌柜白银5000两，以酬谢谷掌柜。简直是趁人之危，岂有此理！他邱子瑜
还没到咱们大栅栏里边来呢。他要真是踏进一只咬来，那咱们不就……我看呐，咱们早晚得被这个孙子给挤垮了。不，这不是，我说，这几位言语差异，这他做他的买卖，我们做我们的，这有何相干呢？照春明兄这么说，是不怕顶替与您竞争喽？不是，他卖他的洋药洋货，我卖我的鞋靴，是吧？他水中行他的船，我路上走我的道。这，我想啊，这几位是不是把这事儿想得过于严重了？今儿大伙儿都在这儿，我想，还是跟各位合计合计关于苏记的事儿吧。啊，银秋，大家伙儿，这我在店里还有点事儿，村民先走一步啊。哎，春明兄，这事儿还没商量完，你怎么能走啊？不是，这你们的事儿，我不便插嘴，我就告辞了。什么叫你们我们的呀？这不大家伙儿的事儿吗？再说了，你就插不上嘴，你听着银秋所言也好啊。好，我就陪大家伙再坐一会儿。不过我有言在先，你们的事儿，我不便插嘴。怎么说来说去，还是我们的事儿啊？啊，算我失言，啊，算我失言。你们也没必要今儿一出，明儿一出的。我看今儿，大家索性把大石栏商家的同业工会成立起来，我永红堂先算一家。文祥，你呢？大家的事儿，我的瑞祥义啊也算一份。好。王老板，我的新乐园向来是大家歇脚之地，当然不能少了我呀。春明兄，那你的意思呢？我这……哎呀，我……啊，我有言在先，不是你们的事儿，我就不插嘴了。少东家，桃哥让你回去。店中有事儿，我先回去了。先走一步了，谢了。哎，各位，既然银秋店中有事儿，我就失陪了啊，告辞，告辞啊。今儿古老板有点怪呀。是啊。哎，古爷，好了好了，走走走，老子走。哎，好了呢，走。冲下。中校，哎哎，古爷，给您请安了，您早。哎，得空吗？哎，您，中校，嗯，我请你去吃包鸡火烧。哎，散了，看好门啊，爹就回来一会儿。走。哎，我说古爷，我看您进来气色也不太好，是不是？心里有什么心事儿啊？人苦啊，苦得连吐露一个心声的人都没有。那您还苦啊？谁不知道您福生号蒸蒸日上啊？那您要换了我这破败之相，那您又该怎么样啊？啊，总夏，我说的苦不是缺吃少喝，而是陷入别人圈套之苦，受人指使，受人摆布，欺骗朋友之苦。这话怎么说？哎，我看出来了，锦氏和罗家有深仇大恨，光这一件事儿，他还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一定得和罗银秋说道说道，要不然我这心里头，这说清了，我是贪图私利；说重了，那我是趁人家吴先生之事，落井下石啊。那你，要不你找。
我去找鞠文祥。哎呀，罗少爷，你可有日子没来了，想死我了。哎呀，罗少爷，这干嘛？出去！怎么个意思这是？啊，银秋，这啊，银秋，坐。来。银秋，你闹了半天，文祥是来给人说和来了啊，没那个必要。人各自有道，无法强求。我罗文秋固然没多大能耐，却还知道本分仗义。银秋，今儿完全是两码事儿，你听我把话说明白。不必了。我罗银秋最不想与蝇狗之人为伍，告辞了。哎，银秋，银秋，听说你谷老板盘下了苏记，盘得好，福生号发财，你不是惦记着我的永谷斋，就是盘下苏记，你想在大石栏拔头份啊？谷老板，什么时候把我的永丰堂也买下来？在我背后插一刀子，那不光彩。以后你走你的路，我过我的桥。不过有句话我得告诉你，不义之财吞得下，要想吐出来，那可就难了。我恭喜你天天发财。哎，当初不是你嚷嚷着要把裘子瑜挤出大石栏的吗？尹继秋，我今天请你来，是诚心诚意想得到你的谅解，更是诚心诚意和你一块谋略个策略，扭转现状。不必了，有那个心思啊，去伺候景四老爷，那不更好吗？你我怎么了？我一直拿你古春明当朋友看。尹秋，你这话可就说过头了，总比事情做得过头要好。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你古春明盘下了苏记，这要换了别人，不知道原委，倒有情可原。你不知道吗？你不是存心算计我，你是干什么？你听银秋老弟义正言辞，不愧是血性男儿啊。我们在这说话，有你什么事儿？你算干嘛的？与我那关系大了。裘子玉，别欺人太甚。一点就炸，亏你还是永丰堂的少掌柜呢。天掉下来，有地接着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你这话说的早了点吧。你仔细看看，这是不是你朝思暮想的苏忠孝的房契呀？春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找你们来就是为了说这事儿，可他容我说话了吗？子瑜，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，你这样做是不是过分了？哎，老兄，其实过不了几天，我这顶记就得在大石栏里开张了，到时候我还得请几位老板捧捧场，喝杯喜酒不是？以后咱们还是邻居呢。巧云，哎，巧云，大白，你怎么起来了？我好多了，我好多天都不咳嗽了。哎，我还寻思着，哎，等天好了，我和银秋跟你，咱们一块儿去逛逛隆福寺。哎哎，这回呀，我可一定要腿着走啊。哎，让他们瞧瞧咱这身子骨，哎，还能撑他几年呢。哎，然后啊，咱们一块再逛逛天坛、地坛、日坛、月坛，嗯，这四个坛呢，咱们一天连着逛。大展情操。巧云，
我也出去走走。哎，这外头太阳晒死人了，还是屋里待着。这是林秋，刚给您买的茶，是龙井头茶毛尖儿，这得趁热喝。这外边乱哄哄的，干什么呢？这大石烂，从早到晚，一年到头，什么时候不是乱哄哄的？您呐，就是耳朵根净，这越听着外面的声音呢，越吵。不不不，今儿这乱跟以往不一样，有点怪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什么事儿？大石烂折腾的比谁都欢。就是没事儿，大石烂也能给你折腾出点事儿来。啊？哦，大伯，您今天吃点什么？吃炸酱面？是黄酱还是甜面酱？这面吧，是黄瓜丝儿还是萝卜丝儿？啊，哎，你瞧着办吧啊！哎，你做什么我就吃什么，反正你做的饭我吃着都香。要不，我到白麻子那儿。去给您订狗不理包子去。小云啊，我困了。那您歇会儿。我睡会儿，睡会儿。除了景大人、穆大人，还有东江米下的几位洋人朋友，你说这帖子还应该给谁再写一个？秋爷，您这买卖开哪儿了？
大石烂啊！光请外人不成，怎么也得请点大石烂的东家来给您捧捧场啊！用，有你这么一说。对了，除了永丰堂之外，各买卖商号把帖子也给他们送到了。还得这谦儿也得给我张罗张罗堂会的事儿。这您放心，广德庆和就连佟乐轩的戏班子，我一准全给您提了来。这饭嘛，还就正阳楼的还成，其他的几家呀，那手艺忒潮了。嗯。清月楼的姑娘们，最好让他们出趟条子，否则那场面太冷清了。嗯，不过这事儿啊，得您亲自去跑一趟。你说这玉玲珑，哎，怎么那么不待见我呢？你说我哪回去找柳腰没给钱？就是没带钱，那柳腰也给垫了。得了得了，快写吧。哎，写完了好发出去。三天后我的买卖就要开张了，我要让大石烂的人好好瞧瞧。什么是买卖？秋爷，东家，东家，怎么了这是？爷，对门的出事了。哪个对门啊？就那个，那个呀。平时说话挺利索的，怎么了这是？永丰堂，永丰堂的老东家他忘回去了。啊！哎呦！哎呀！你是听谁说的？满街筒子都嚷嚷开了，我瞧见他把白纱都挂出来了。这个老东西，他早不死晚不死，他偏偏这个时候死。走。瞧瞧去，对，瞧瞧去。嗯，你回去赶紧写去啊！麻溜把它发出去。哎，哎，秋爷，干啥？哎，啊，少东家，您听听，我给您念叨念叨，看看还落下什么事儿没有。这一般的小门小户呢，遇上丧葬大事儿，那都得呀出个体面的大功。咱们这可是给老东家办丧事儿，任何事儿都马虎不得。是，像什么请僧道翻泥，跑棚铺、白货铺，还有啊什么请吹鼓手、办酒席，这些事儿啊都得咱们自己个人亲自去办。少东家，您看呢？家父的丧事办得体面一些，恐怕花钱。你们几个都可以开条支银子啊！哎，记住了。亮儿，这百货铺麻烦你跑一趟，像旗伞、大座，凡是布置灵堂用得着的东西，都给备齐了。啊，大豪啊，你去一趟岗房。像什么大杠啊、灵床啊、灵板什么的呀，我明白了。道上杠房，还有手艺庄都打听打听，需要什么我都给租了得了。哎，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傅先生，嗯，我现在就去吧。好的。少东家，这小货铺啊，咱就不用跑了。像什么供桌啊、香炉什么的呀，咱们自己备。酒席呢，我亲自去办。亮儿，你赶紧着啊，到白麻子那儿去一趟。你跟他说，后天咱们给老东家出殡，让他把茶水给备足了。哦，我这……哦，对了，等等，你还得呀去一趟西郊，到咱们祖坟上跟那看坟的说一声，麻溜的让他找人把坑给打好了，要抓紧，记清楚了吧？老娘，你放心，我这就去办。快快快！少东家，您看还有什么事儿？这是我对老东家的一点表示，
哎，您收好。哎，谢了，谢了。哎，这边办事所需要的黑布、白布，用多少您言语，我让伙计送过来。别的，我也帮不上什么忙。谢了，谢了。文霞，你看，还让你破费了，坐吧。文霞。邱子瑜让人给我送来这份帖子，上面说，三天后，顶级开张。是，什么？欺人太甚！罗志马搁那一个，那七罗伞站搁那边，军官院府搁那边。哎，你把衣服摆好了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请啊，里面请，辛苦了啊！爷，您犯不上动那么大的气儿。再者说了，这死人的事儿还能挑时候？死人挑不了时候，这出殡能改个日子吧？少东家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可不能着急上火呀。仇子鱼那边，我抽空去一趟就行了。啊，家父过世，咱永丰堂要发丧了，他偏偏在这个时候要开张。你去告诉邱子瑜，他只要能把开张的日子改了，那他开张的费用我包了。嗯，我这就去啊，快去。好，罗少东家，我们东家说了，您看能不能将罗老东家的丧事挪到玄德寺或者紫云堂，一切挑费我们东家全包了。是明摆着要跟我唱对台戏啊，小人得志。敬堂兄，你们老东家发丧的日子要么早一天要么晚一天，非得跟我这搅和。邱少爷，话不能这么说呀，凡事不都有个商量吗？邱少爷，您看这一悲一喜两件事啊，那是不能掺和到一块儿的。你们家发丧呢？你们家发丧？对不起，我们老东家发丧呢，这日子啊是定死了的，这有规矩啊，您也应该明白，那是不能改的。您看您这儿是不是？浸泡明末战报，花不活半夏枯草，无
数的夜来魂牵梦绕，当归无期，只愿路儿迢迢，罢了罢了，且将百味人生文火蒸煮，烈焰煎熬，说三杯苦酒送红，何以解毒，还须漫漫